月光娘娘无贪白，无讲老实话。伊讲阮的这段情无结尾，对你的爱是真的，结局哪会是安尼？这款剧情到底是啥人写的？有两一日难相会，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今生缘才着叹来世。这是一首新的啊原创歌曲，结局哪会是安尼？啊，也是女生唱的歌啊。感谢大家欣赏，我是郭志怡，谢谢关注我的原创音乐。